宝枪不宝枪，而叫虾枪。因为创始人罗家宝老师佢嘅乳名叫做阿虾，所以佢嘅流派唱腔就叫做虾腔啦。哦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。那么接下来为大家献上的虾腔名曲，就是罗家宝先生晚年的巅峰之作《再敬沈园》。而家有请罗家宝先生嘅入室弟子梁耀安、刘建科、李光林共同演绎，掌声欢迎。
40年回味，冰雲翠翠千秋索，他人沉問，言淚壯闊，悶悶悶。春去秋落，四十年落。
定中言平四海。